接下来就会全程是我观光，他们三个终于比较轻松一点，对啊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跟好哦，好不好？请大家一定要跟好，哎，为什么呢？现在手机没电了，等一下回去才会充电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大家稍微靠近一点哦，好不好？OK，然后我们稍微靠近一点，然后我们稍微靠近一点，这个地方是本殿，千手观音的地方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地方就清楚。